没有做成面团，然后妈妈因为时间关系就帮他们做成一个面团，看到吗？看到了。来，我帮你用出来。帮我用出来。好。哇，大面团。那姐姐给你一个，不要。不要啊，大便的。哎，他说很像大便。大便哪有大便？有面团呢、啊，有面团，围成一个小圆圆。我还要那个，哼，可是可是啊，妈妈。揉面团的小堆堆堆呀堆呀在哪边？棉衣服呀，棉衣服粘成一个好棉衣，粘粘粘呐，粘粘粘粘一个妈妈呀，粘粘粘。好，你现在可以粘粘粘面团了，看我把它粘成什么。我想做一个汤圆。好，来做汤圆都可以。我做汤圆。好，你看变成一个圆圆了。我不会做。我做汤圆。好，我不会做。那这个汤圆送给你。好。嗯。捏捏捏捏捏捏。捏捏捏。哎，不要用在上面。我要一个用。来，给你。毛毛虫。我是一个毛毛虫哦，没抓我呀！抓抓抓抓抓。你手背上的面粉可以粘在面团上面，这样手就不会脏脏了。对，快点，我是一个石头，快点抓我，抓，抓，碰的，碰是什么？碰，怎么碰？碰就是拿起来。哦。碰就是拿起来，也可以。嗯、碰是随便说的。还有我的，好，还有宝琴。